曼谷主要干道淹成了河道，大车小车都是涉水而行，豪雨说来就来，排水系统是来不及应变，居民只能在自家门前堆沙包应急。泰国最大河流昭披耶河上头新建的水坝，目前要加大排洪宣泄水量，避免引发更严重的灾情。再来看。